几点了，家伙居然还不回家？这电话会不会换他被绑架了？我在这。但是你是不是被绑架了？谁会被绑架？只有你会绑我。哦，那我就绑你。我说，你刚去哪了？没有约会，我刚刚帮朋友修电脑。是小姐的。叫我名字。等等，这什么味道？没有，你闻错。你干嘛？很香吧？我就只是想要看袁君道到时候闻到你这一身香水味有什么样反应啊？重要，重要，我回来啦。站住！走啊，怎么样，有没有怀孕？哎，对不起啊，我晚回家，应该先跟你讲。算了吧，都是青梅竹马。相识来了，冷到起来，不起来冷。三兄弟三个妈，三个人不齐。开心的过日子就好了。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，我们又不可能永远都这样。亲兄弟，我有一天会离开的。你要离开去哪？不准。如果你以后结婚生小孩，我还要跟你们一起住吗？当然，那也不准去。那如果你另一半讨厌我呢？那我就离婚再重娶一个。我说你最近是不是偷偷交女朋友，想放我一个人脱单啊？你不承认是不是？你不承认是不是？颜月武，你疯了！我昨天差点就做了阳城师。警告你，这里都是我的人，休想逃！还有，最近是跟月武那家伙走得特别近，还有那个香水味。我来晚了，事后泡面？没有，纯粹吃东西而已。你脖子上这是什么？不小心被我弄伤的。颜月武，你对祥石做了什么？不要吵了，走了啊，表姐再见，走快。君道那人把祥石当成他的禁丸药，我一碰就像是要吃人一样。哎，没有。你到底要骗我几次？你说干嘛？怎样？放开！我不放，你是我的。不是。李安教授，对不起，我刚不应该说话，刺伤你，对不起，我真是因为我太需要你了。